天呐、啊、哈，然后要立冬了吗？冬至是农历十，国历12月22号，今天12月2号了呢。当然是冬立冬以后了。你看，南瓜，南瓜，还可以长芽，长芽，长芽。还有番薯都开始哦，长得比较快。天气要凉凉的，蔬菜水果才会长得快啊。